这个其实昨天的会谈哦，我刚说哦，先决定战略，再决定战术，再决定战斗。那本来这个目标是说如何哦，整合在野力量找出最强组合的候选人嘛哈。我看国民党只是想要展现他们地方组织实的实力，其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并不用他们的方法，并不能找出一个最强的在野的候选人。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看起来是您不同意民主初选，那是不是也选搞蓝白破局？就是这样的哦。他那个初选有几，我一条一条说明了。第一点呢，我们当时的我们的政党的理念呢，哈，这竞选主轴，联合政府团结台湾，所以一开始我就表明我反对用那个下架民进党当做口号。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做不好哦政党联体，但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联合政府、全民政府，这才是我的目标。我不希望台湾陷入这种两极的斗争。所以第一点呢，我反对用那个下架民进党，说哦。要来的要先签认同卡哈，要下架民进党，这我们的第二。他说认同蓝白的，这更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在选出一组在野最强的。坦白讲哦，其实，在侯正阳、柯正阳，不见得每个都赞成蓝白的。哦，那所以如果你要蓝白的，那这个跟那个目标又有冲突。第三点，你说不管是23个县市还是73个区域立委的选举啊。你如果设一个头，因为有的像范围相当大，随便讲一个了哈。像我昨天去那个台中中医选区，那幅员那么大，那请问你那个投票所设在哪里？你设在那里，那你是在取样那个投票所附近的人员，因为其他地方进来相当困难。所以在统计学上，它就有我们叫sampling取样上的偏差。那再来是你到底是要多少人？哦，按照对身份证要什么？你如果你是73个区域才那每一个区域才设一个投票开锁，那这个坦白讲相当困难，因为有那个，那你说要我每个村里都有，我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坦白讲哦，我相信金主聪作为一个学者啦哈，他我想在办过很多初选嘛哈，他会故意提出一个，就一看就知道很难执行的，这个就是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本来就没有，本来这样子没有打算合作、啊，不然你想想看哦，过去这么多年来，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初选办几次，都是那个方法。那你一个威，我们在英文叫 威尔斯特利斯，就说一个相当成熟的、有可信度、效度是大家都知道的技术，你不用，你现在用一个，这20年来几乎没有用过，在国内没有用过。我跟你讲，做什么东西要考虑它的效度、信度。所以我非常清楚了，一个出身学界会用这个方法，就表示要么就离开学校太久了，你知道吗？已经把这个学士都忘掉了，不然就是别有用心。你有喊说你要当政的才可以胜选，但是黄建廷现在说会造成对立跟分裂的都应该抛弃。不过这样的哦，如果会造成失败的，更应该抛弃了。蓝白的胜利方程式是什么？第一点哦，如果我们以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哦，作为这一次的选战的一个主轴嘛，哦，那就要思考说，如果以联合政府的形式来达到政党轮替，那一样嘛，理性务实科学嘛，要达到这个以联合政府来政党轮替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怎样的做法是？胜利机会最高嘛，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我还是相信数字，所以说理性、务实、科学，这是一种态度。现在最大的症结点应该是这个开放式初选，那想先问一下这个金执行长说，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最早开始是民进党第一次选总统大选的时候推动的，那当时他们办了49场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辩论，然后投票这样。那因为这个时间很紧迫，那想问一下说你们这样子，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说大概会要办几场这个地方性的这个辩论投票这样子？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因为这样子的话会不会产生，因为这是要产生最强的一个候选人，那到时候会不会担心说可能绿营啊，或是有一些民众来有一些灌票的行为，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来阻止？我想这个是在西方国家跟也是在。
我们亚洲也有国家都施行过的哈。我们估计的时间，根据我们以前办这个党内初选的经验哈，时间是足够的，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刚才念的声明里面也很清楚嘛哈，我们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候选人选区里面办，啊，或者是设立这个所谓的投票开票所，啊，那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灌票的问题，啊，这其实在民调之中我们也是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所谓政治理念的认同卡，啊，而且是实名制的话，以我们的了解，必须要签这个实名制的话，要发生这个绿的动员的状况，应该是比民调的风险要低很多啊，因为民调的话会比较容易有这个灌票，因为他只要坐在家里面接个电话啊，他就一通电话就可以决定投票的话，我们这边必须你真的要走到这个投票所，而且还要签一个这个所谓的，意思就是防止灌票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卡。我想团结台湾联合政府是柯文哲主席的主张，这个主张我们提出来很久了，而且这次我们想的不是个人或政党的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体最佳的解放。双方可能在政党里面都有自己的压力，还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也希望不管有什么状况，我们今天抱着柯文哲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心存善念，尽力而为，也就是我们会抱持最大的善意，还有最大的弹性，来达成我们尽量能够商讨出一个大家都可以对于国人同胞还有我们自己双方的支持者都可以接受理解的结果。当然相信数字，相信科学，这是台湾民众党一贯的立场，也就是说在野的合作它不只是两个政党而已，而是要整合台湾民众最大的期待。台湾有65%的民众希望政党轮替，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的重大。我们今天不是来聊天，也不是来大拜拜，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回应台湾这样广大多数的民意。另外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我们会尽量的争取时效，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接下去的选务的时程都非常的紧，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故意的拖延。最后台湾民众党有三个原则，在会前我都已经跟基金执行长做过说明，公开透明、公共辩论还有公正的民调，是我们台湾民众党从之前到现在，也就是从10月初开始我们就提出的方案。因为蓝白河的声量已经从大半年了，但是没有个具体的方法，所以既然如此，所以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具体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提出来之后也得到国民党的善意的回应，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的会议一定会有会议记录，而且一定会上网公告。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国民党的代表一起来讨论将来的在野整合的方案。我们希望这一场的选举不是一场零和的游戏，我们希望未来多年后大家想到这一天，你我都不会后悔。谢谢。